我们今天要去 Williams Town， Williams Town， 它在那个 city 的西边。但是天气非常冷，还要去 beach， 真的是很奇怪。大冬天，然后我们要去海边。车来了， Let's go！ 我们到啦，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吧，我们坐超了一个小时的车。接近零度吧，我已经有点不想出去了。外面太冷了。Lunch time， 呀，虽然好像有一点虚伪啊。对，这我们自制的三明治，然后对，很大又很冷。对，可是我们还是要那个这样装 enjoy。OK， 加拿大选手还就在昏倒之前就大家说，靠，史努比了，然后我跟你讲，被各大媒体当成就是搞笑的那个头版这样子，真的还蛮搞笑的，觉得没有本就是这个到让人家发起这种就是史努比了。Tybalt Tower 是 Williamstown 的一个地标性东西。今天还 OK 吗？ OK 啊，天气变好了之后 ，Everything is perfect。真的，真的，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需要天气好的时候来。对。这里呢，就是 Williamstown 小镇，然后这沿着海岸边就是很多那种 small shop。但是大象超可爱的，它是一个 teapot， 是 Williamstown 的那个港口边。我们要搭船回 city， 因为夏天会是一个非常好的 weekend 的 getaway place。